现场的，当时为当年为台湾打拼的好朋友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的办公室伫遮，啊，所以我一定要来同大家拍一下招呼，吼、哦，我感觉讲，这个我是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，但是咱台湾反并吞，啊、哦，要追求独立自主，要维护咱的民主生活方式的这个信念，绝对爱坚持。